一人血书让你烧掉那条裤子，就总是有事没事就开始撕，就是有什么好吵的呢？真的。火不火？看辣坊，橘子辣坊。来啦，橘子娱乐的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小七赖美云，有话直说，正面刚。下面我来回答关于我最狠的30个问题，开始。大家都觉得你长得很甜，你觉得你适合演什么样的角色？不瞒大家说，只要男主不太高，我们两个同框就很美好。这么身高差也挺好的呀。这样子的话就是近景就抓不到我。小姐姐你那个哦，很到位哦。有时候粉丝来接机，就说你看镜头，比个心，比个心，小七比个心。哎呦，可是你撒娇撒很自然。我哪有撒娇啊？有人说看到你的素颜，我觉得我也能进一团。那不然呢？我都能进，所以来吧。素颜有上过热搜吗？当晚你就出了一个美妆的教学视频，当时想要澄清吗？蹭热度啊！哎，好不容易有个热搜了。你的行动来击碎一下说你整容的传闻。我这个鼻梁如果是整过的，那我这个钱我是不是被骗了？为什么留刘海吗？就是因为我的额头不好看，就是扁的，所以我才留刘海的嘛。还有哪里？还有觉得哪里整了？觉得你们组合里素颜最好看的三个成员是？小妮是皮肤很好，彩虹是很白，杨超越这个人她没有毛孔的，真的是。你的素颜能排第几？我都能上热搜了，你这个素颜你觉得能排第几？给自己的生图打几分？不是拍全身，是半身的话，也能够是在及格分。如果是拍到了全身的话，那个时候我会觉得自己可能是霍比特人。填空题，身高不够，什么来凑？鞋垫呢？不然呢？看到标题像赖明的身材，在女团里也太虐了吧！我看到多少啊？这些事儿我自己心里还没个数吗？穿增高鞋垫有什么技巧吗？买一双大一点的鞋，穿高帮的鞋。如果说要脱鞋的话，就把鞋垫装袜子里。圈内好友中，谁的朋友圈最好看、最有趣？像轩怡的话，她的朋友圈就是发一张自己的半拍，很好看，像大片一样。然后说遇到了什么什么事情不开心，不仅仅是发自己很美的一个照片，文字就是下一次我一定不会再做这样的事情。有趣的话就是杨超越自拍的一段视频，今天天气真晴朗，我要上山去搬砖，现填词现编曲。最近最想吐槽的一件事情是，我粉丝啊，一人血书让你烧掉那条裤子，之前我穿它的时候你们也没有这么说，换了一件上衣你们怎么就要烧裤子呢？明明就是上衣的问题。说出一条你最希望它消失的饭圈文化。就总是有事没事就开始撕，就是有什么好吵的呢？真的是，粉丝之间吵架会影响成员之间的关系吗？会影响我们表面之间的关系。说是顾及粉丝的感受，所以我们会控制一下那个局，但实际上私底下大家关系都很好。成员之间会不会讨论这个问题吗？会啊。哎，你们家又吵了，因为什么嘞？而是啊，哦，也是。对一个组合来说，颜值、业务能力、还魂、成员个性重要程度的排序是什么？因为你成员个性不合就没有团魂。业务能力包含颜值，成员个性大于团魂，大于颜值等于业务能力。对组合来说，比跳舞不齐更可怕的是什么？全程车祸吧。所以你有看过你们车祸的事情吗？还是怎么？看过，当自己看自己车祸的时候是这个样子。嗨，这是必须面对的问题。能不能就是描述一下你们私下讨论八卦时候的是什么样的场面？哎呦，这个太真实了。小七，我听说你要干嘛干嘛了呀？是不是啊？没有，你听谁说的？哪有啊？要么就是有，还没跟我说。我们十一个人嘛，很多人，可能有一坨人在这里，有一坨人就在那里。哎，我听说那个什么，然后那边，哎，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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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就这样子叭叭叭走过来，就是这样子。怎么证明你们组合不是路人眼中的塑料姐妹花？哦，我们就是塑料姐妹花。你看我杨超越备注都是全名，我们就是塑料姐妹花。就是泰兰选手的宿舍都说。那个节目组穷养儿富养女，你们觉得呢？那当然女儿当然是要富养啊，我们那个还是设计师给我们设计的呢。身边人跟你开完关于身高的玩笑时，有没有真的生气或伤心？没有。成员间有没有想过一年后也继续以团体的形式走下去？有。表演时有没有划过水？我彩排的时候会划一下下。有没有单独在一起会有点尴尬的成员？有。有没有曝光就会上头条的？那我现在说有，然后曝光一个，我会上头条吗？为了营业，有没有做过自己不想做的事情？有。追剧时有没有想过和哪个女主角灵魂互换？我不追剧。有没有以前绝对不做，但现在去做的事情？有。有没有用微博小号关注自己的粉丝？有哎，我会关注一些做表情包的或者画画的。以上所有问题中，有没有想让你当场走人或者结束采访的？没有，我忘了。要想
第四台相机和十几美颜滤镜各自拍一张，并出一波照片的彩虹屁。我不爱自拍，很大一部分原因真的手太短，手太短。再用一个十几美颜，太夸张了！我觉得我要这样说话才配了。我就是现在没有感情的彩虹屁机器。